那葬身青南山下的八万将士，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孤魂至今，我帝家从未叛过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。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我才能揭晓真相。你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我该叫你子元还是叫你安乐？任安乐，一介水匪任安乐，垂涎太子的美色，直奔太子妃而来。能统帅三万水师，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。纵是利剑，必诛之，也是危险。当弟子元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这个是所有忠义侯当御的名单，都参与了当年帝家命案。对付这种奸剿权臣而攻其不备，只有再动用那颗棋子了。有一个重要的证据，只要他愿意，陛下定能洗清冤屈。陛下确实有幸存者，陛下无罪。陛下，请还陛下一个公道，还陛下这是这大晋反第二朝鲜的。想过这结果是什么？我帝子元这一辈子要做的事，就是为帝家翻案。韩家欠帝家多少，就要还帝家多少。